其实眼睛一直在欺骗你，不信的话你看下面这几张图。第一眼，你是不是看见小溪旁有几块奇怪的石头？但有人说这里面藏了一位练习生。何？你知道是谁吗？接着看这张图，是不是很多树叶在随风飘动？但当你盯着其中一片树叶时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所有的树叶都静止不动了。大海中一艘小船在不停地向前航行着，但当你不断地双击屏幕暂停后，你会发现小船从来都在同一个位置，从未进行过移动。图中一共有几只鸭子呢？有人说是九只，有人说是十二只。据说只有5%的人能数出正确的鸭子数量。这是一个吃过却打不出来的汉字，左边是面，而右边是包。那么你可以打出来吗？盯着图中的圆圈，持续10秒。一瞬间，是不是这张黑白图片有了色彩？第一眼，你看到的是鸭子还是兔子呢？惯用左脑思考的人看到的是鸭子，而惯用右脑思考的人看到的则是兔子。你是哪一种呢？最后看这张图，这个脚印是凹进去还是凸出来的呢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，你看到的是哪种呢？